刚刚就在舞台上，每位舞者就像阳光一样发光发热，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舞蹈的魅力及力量。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努力，不只是展现舞技，更传达年轻人对于创作的热情以及热爱。希望在未来的舞蹈道路上，他们能够继续勇往直前，捧出更璀璨的篇章。期待再次看到他们更加精湛的表演，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比赛和表演中能够屡创佳绩，再创非凡。是的，动感十足的舞步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现场充满了活力还有激情呢。都跟着不自觉的舞动起来了呢。是，脚趾头都痒了。无论是地板动作，或是即兴表演，都让人赞叹不已。祝福他们继续发光发热，成为云林之光，台湾的骄傲。现在邀请正在观看节目的我们的观众们，还有现场贵宾，将你的目光我们集中到舞台的正前方。接下来由王宏龙先生指导的浊水溪圣龙团带来夜光龙表演。这支团队在全国精英邀请赛当中曾经勇夺全国冠军。哇，这样的成就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努力辛苦结晶，也彰显了地方文化的魅力。夜光龙的成功是云林县的骄傲与荣耀。这支夜光龙队伍啊，他们舞出的舞者、工作人员，他们平常辛苦的投入与练习，让这场表演相当的精彩。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云林县浊水溪圣龙团带来的云翼龙游夜翼战。Thank you.
祥荣献瑞福气来，本来的福气献给所有现场的与会贵宾。